团 BIGBANG 的30岁成员 TOP 去年2月入伍，同年卷入大麻风波而被革除役警身份，之后以公益兵身份于龙山区服役。TOP 目前于龙山公益馆服役，吸引不少粉丝到场等见偶像。胜利拍片邀请粉丝一同拍摄 MV。TOP 前日如常戴着口罩，穿上围裙到公益馆上班。其后他除下围裙，用心地量度尺寸，做记录，似乎正准备公益馆未来的装修工作。由于天气炎热 ，TOP 在户外度尺寸时狂飙汗，背脊都湿透。此外，其 BIGBANG 队友胜利已落实本月20日推出所落碟。胜利昨日凌晨于因斯塔勒姆上载短片，邀请粉丝一起参与新歌的 MV 拍摄工作，令粉丝相当惊喜。撰文：文康咪于文乐陪你走遍全球追星，即刻雨果 FB 专页。